guys, welcome to channel. 接下来挑战是神魔之塔，七楼谁是称霸神魔之塔的王者？直接进入关卡 ，Let's go！ 我就是王者。啊，那这一关呢，要携带反射角，然后第一时间击杀这个硬邦邦。那这个硬邦邦呢，它有这个右边是复活的 CD， 那要在这个复活，如果让它进入这个复活轮回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出不来，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直接在里面弄到死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击杀顺序超级重要，自己好好看着办啊，很麻烦啊这关，只要一步错就是步步错了，发，拜拜，我要进入无限轮回喽。要死喽！轮回开启，我要失智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差一点就要陷入轮回了，啊！吓死我！好啦，刚刚运气还不错，所以没有进入这个轮回，好不好？这个自己要很麻烦啦，这个只要一枚卡到呢，就可能会耗掉你大概一半以上的血，所以这个击杀的顺序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看准他的那个回合数 CD， 然后去判断要先击杀哪一只。好，这边来吃血，然后拉八血线。话说这个关卡的鞋子好像蛮常给的，他给的一点毫不吝啬哎。哎，你这样走啊，可恶！哇！OK， 哇，这关超级麻烦。下一个是哪一个啊？看一下哦，那个好像是右边那一个。啊！我靠嘞，这样子也没卡进去哦。哇！我要歪头啦！好啦，无限轮回要来了吗？无限轮回，我看一下哦，进得去吗？拼一个啊！拜拜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死在这个轮回里了。进不去啊，角度太小。Yes， Yes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脱离苦海了。这游戏超级麻烦。这局好难玩啊！哦，一百多万，还行还行。扫雷吃血，刷死你，再来 ，yes！ 哇，大黑天的位，张飞的位置超级烂，不玩了。位置超级差哎，这怎么打？
哇！哇！哇！下面那只赶快死一死啊！我看一下哦，我现在打死任何一只都不对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有！我看一下哦，这位置怎么卡的？直接开大、啊！哎、欸，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啊，怎样？直接开大，弄不死我了吧？真的会暴走哎、欸，这个关卡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，你这超级乱弹呢！啊，完了，完了！哇，还没死！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，去死！哇，我的血超少！哇！完了！哦哦 ，yes yes yes yes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位置应该可以把张飞往左边推一点点，刚好，刚好，耶、yeah! ！我们要直接进关了。看一下，待会呢要直接把 SS 开掉啊。等一下轮到八旗的时候，把 SS 直接开掉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先来，哇，他要降攻了，我绝对不要让他降攻。Yes， 来哦，怎么走比较好啊？不管，直接往左边走。去死啊！我要直接搞死你！我跟你讲。Yes！ 啊！damn！ 直接弄死你！跟你开玩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接下来，哇，哇，哎。我这边要怎么走啊？哎呀，没办法直接卡、啊。进去！啊啊啊！完了！哇！好，我们要轮还是要卡掉了。我们这边呢，其实可以考虑待会，等一下，我先专心打一打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把 SS 开掉，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洗 SS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把 SS 开掉吧。不然也没什么好说的，等听天由命啊！好好好，等这样。我记得他有一个回合是有一个 CD 是会这个
再复活所有的硬邦邦。我忘了是哪一个回合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王。可是好难打哦！哦，不要！哦，他这三回合要靠大招了啦！二一，我等一下我要把那个，我要把张飞的那个张飞的位置推上去一点。等一下让张飞啊，完了！哇靠嘞！这怎么打？干不好被拼了。我跟你拼了哦！我只能直接开大了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然怎么办 ？Yes！ 来吧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开始来洗 CD。我跟你讲，就跟你复活、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洗 CD 啊，跟你复活、啊。我只要把黑的都先解决掉就好了，黑的先解决掉就不会有伤害，你就一直补哦，给你补哦，补哦 ，I don't care，I don't care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狂洗 CD， 洗到这个所有的 SS 都回来。啊，我这 SS 全部开下去，我看你还不被我打到歪头。好，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。要把、啊、完了，啊完了。要过！没有，那个 SS 全部开下去，就把你炸到歪头。哎、欸，好了，那，我看一下，先要想办法。好。白牙进关，然后待会八旗 SS 开开、欸。可是这边要先把那个将功给解决掉。好，给你补血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直接开 SS。补啊补啊，来哦！来哦 ，SS 大杂烩，哎，往下好了 ，Yeah， 全部开掉，爽！我的超级喜剧大队，怎么样？我就是无耻 ，Yes。然后我的超级过法就是在第二关的时候，第二条血的时候把王清掉，然后留下这个硬邦邦。然后记得清理硬邦邦的时候一定要把黑色的清掉，因为它会有伤害，其他黄色的不会有伤害。然后把技能洗完之后进关，爽过。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Look at all, lo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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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 all